欢迎搭乘。你好。那等一下，这个自拍杆不可以再上去喽？这不能吗？对啊，那上面这一台可以，下面杆不行。好，好，你们接下来好不好？接下来好不好？来，全部都接下来，全部都接下来。好，可以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今天你们可以准备一下。有那个新闻，就是小朋友他站立，然后就掉到河里。哦，哎，然后这如果他已经有警示了，那我们这个业者要负责吗？要，因为警示小孩子不一定看得懂、读得懂。哎，只要是意外发生的，站在人道立场，保险公司偿还你的要赔。哇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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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啊，其他的造成的乱流会造成更大的伤害，而深水不会撞到这些水底的障碍物，反而比较安全。了解。好，我们上来了，小心，你好，谢谢。嗨，大家记得订阅现代保险杂志哦。